哦，啊，这哦，这栗子啦，啊，这啊，做金丝菇、蚕豆包、蚕姜，啊，佮蚕冬瓜类群的，真香真好食。啊，这花菜，这去市场，一概甲买遮济啊，煮快煮，啊，甲煮煮起来，啊，甲炊互冷，啊，甲冷冻，啊，一包一包，家己啊做炖起来。自己煮吼，啊，很省啦。即摆都真方便啦，有冰箱，啊，都菜甲煮煮的，啊，如果做冷冻，好一包一包冷冻，啊，爱食退冰，啊，一人甲掺落啊。轻松对我来讲是一个快乐啊，不一定哦，做讲哦做诶追求哦，那个享受吼，才是享受啊。我家有写，吼、哦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不是吼、哦、出国玩乐，哦，是管好自己的心，不执着，不烦恼，吼、哦，万念放下，修清净心，做才是真正的对自己好一点。较早趁无钱啊，啊趁无钱，啊生活足歹，趁无钱啊。啊爸爸甲讲一句话啊，讲种诶，趁输人，欠人爱欠赢人。阿伯，遮个衫遮侪，你是对遮个衫对倒来？是我诶朋友，学做去打扫，啊有回收，伊甲捡转来，啊捡转来，啊有一寡好诶吼，啊伊就捡来花。哦，像这领，哦，也做穿到暗暝拢要烂去啊！啊，啥无爱甲单调？啊，就即个穿两家也有咧啊，啊，就穿到未清理，嘿啊，穿到未清理，啊，再单调啊。我食菜食要50年啊！以前出事吼，不会煮，都是一行一样的菜啊，不会配菜，哦啊，现在吼什么菜吼要配什么料我都会，哦啊又很多很多菜，煮了好哦又很便宜呀、啊，嘿啦不会啊，就那就是这个你看哦煮好这样好的吼，对一餐哦这个哦30几块就有的吧。阮小弟，我来甲讲啦，讲阮小弟哦，都穿会买啊一堆啦，拢零零啊啦，吼、哦，啊问我看要爱无，讲好啊，无要紧啊，吼、哦，啊我就摕来穿，哦我就用较早用旧带，啊即摆用手拎，啊我就怎啊卷落，嘿，安尼伊才会调啊，啊若无零零袂调啊，啊穿伫内面，啊无人看呀，嘿。贪杂着修行，是非爱分明，受苦免人问。断除贪嗔痴，断除贪嗔痴，为着脱生死，咱着赶紧来修持。这个地拢总较无两家地啦。啊有，啊有种的是叫做乃至灵境往来修陀啦，
拢我家己一日咧顾。蔬果伊品质较好啊，蔬果会较好食，会较大粒啊，啊，细粒甲慢条，啊，营养会相对也做大粒的去啊。较烂的吼，啊，结无条的吼，啊，啊是较歹的，会正常的枝拢甲剪掉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对咱吼，咱收用哦，啊，做咱做人的改进啊，有缺点就是安尼啊。当伊是我毋捌伊山顶住吼，啊，阵个电台有个师傅咧讲经，伊讲半点钟吼，我甲听到要头吼，那种听拢无。你知影，学佛是本分事啊，念佛就是练功夫啊。我会进入佛教，就是要做老爸无去。老母爱人做伴，陪妈妈啊！我看电视，吼啊！来来看看佛教节目台，我边看书讲经，我来还听唔捌，啊！我就边看啊，边学两字两字抄起来，迄字条纸吼，我抄几啊本嘞。这本字典已经来陪我几啊十年啊！这本字典就是要学字的时阵去买的。我听足久的，听足侪年才有迄个感觉出来。听足久啊，啊才清清醒走出来。哦，迄个规身规身躯吼足轻松。阮爸爸之前捌讲一句话，讲啊做做事乐，食是福。啊，我听经听到足欢喜的时阵，我想到这句话，我就安甲接落讲，哦。自是乐，下是福，听红经文化最快乐，做事乐，处事福，听经文化最幸福。荔枝跟凤梨差不多采了一万多公斤，全部捐给这个乌克兰龙眼尖大爱的。大家慢慢收收的，安尼，我就欢喜啊。反正捐出去，安尼，啊，这人是什么话呀？这无啥啦。道明师兄，我来了，啊，今仔日来，哦，有两件代志，哦，要来报告，哦，安尼，打开始的往来，干来之，哦。安就是关乎乌克兰，每一个家庭都花差不多合台币一万四的现金卡，所以这张的话，这就是专门关乎乌克兰，安尼有清楚啦吼。有啦，有清楚啦。就是那唔免安尼报告，因为看出来就是捐出去了嘛，吼啊。我就是感觉讲哦。哦，这是足难能可贵，因为一般的人，你亲像讲按打开始的呐，啊未入来厝坐的话，一定会随着金钱游戏啊，哎物质的这个洪流，一直在追逐嘛，对不对？但他没有，他一直的话，就是那像上人讲的心宽念存，守住奉道，然后伊就是伊赚的钱，伊家己食的饱了后，哦，伊就想讲。买来做好代志，就是那上人讲的话，自利利他。河边在街角，世间是暂时。详细想看卖，日子有多长？到底为啥做？每日吃无用，不知何反省，浪费咱一生。啊，我感觉吼，做人吼，就是做一寡
有意义的，对社会有意义的，吼、哦，嗯，安尼唔才有价值。啊，来这世间，我感觉安尼才有价值啦。啊，若干那，嗯，啊，都干那干那，啊，都开开掉，开开掉，那有啥物价值？你今年几岁？今年七十啦。啊，你有想要做啊偌久？我耳啊，卖弄着了，身体会堪哩吼。啊，我个个诶，吼，若有人要爱吼，我会直直做。有人要加班，吼，我拢听我管做。啊，有人要加班，啊，我听我做，因为诶，做是我诶快乐啊。啊，做事乐，吃事福，哦，啊，食到这个年龄是，要做也是真快乐啊！啊，我的就是要做，啊，我就是要修行。像上人常常讲说，哎，爱多用心。讲实在，这句多用心，实在是真好用。这句多用心是包山包海包宇宙。